会命运，让自己来选择。机会命运，请选择。机会。哦，太快太快了！隔壁的这一位。挂得下心。我的命单都已经撕完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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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可以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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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看看命运是谁。摇滚妈妈孙向莹，来，夏欣，请到台上来。好，你们两个，还不认识吧？不认识。你好。好，夏欣已经第几次了？第六次了，这个礼拜。待会儿要跟音之月比较，谢谢你，先稍待一会儿。好，好。音之月，你选的是什么歌？张惠妹的《简爱》。请说一下你为什么选这首歌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《我是歌手》上面听到黄绮珊老师的演唱。然后我当时听到就是整个人都是起鸡皮疙瘩，就是非常被他感动，所以今天在我要当歌手这边，我也想要唱这首歌，就是向他致敬，我也想要当一位歌手。那我们就来听听你唱的《简爱》。好，挣脱了爱情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，天真如我睁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，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，我剪不碎旧日的动人情怀，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，我们请夏欣到台上来准备。我今天准备的是莫文蔚的《爱》。好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，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，因为你总会惊醒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
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的大世界有限，幸福不是我的。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谢谢，谢谢夏欣，音乐之夜请到台下排。好，这帅哥，平常音乐之夜你都唱女生的歌吗？女生会多一点。其实我觉得你训练之后你会不错，可是音之乐你有个最大的问题，你知道你唱歌你唱每一句都要抿嘴吐舌头，抿嘴巴，而且你会出现这个声音。对，他是这样，就是说把爱肩上吹向大海，我觉得你好像在跟麦克风接吻哎。嘴唇很干，其实这是你的一个小习惯，因为我就觉得说你现在讲话也会啊，你会一直咬舌头抿嘴唇，然后会，我觉得这样会干扰唱歌，但我觉得你的型跟你的声音我很喜欢，我觉得你训练一下你的声音很好。好，音之乐的声音我自己听乍听我觉得听起来很舒服，而且感觉听起来你的音质很好之外，整个声音感觉气质很好。那但是你绝对相信你这个上了台跟平常练歌完全是不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去除紧张，再多加练习，我觉得你会越来越好。音之乐真的很有艺人特质，就是外形啦各方面都还不错。然后夏欣，我觉得你成长很快，因为你一下子告诉你声音 要怎么修正，你也听进去，告诉你情绪要怎么修正，我觉得你刚才唱歌的情绪我很喜欢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打分数了，我们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。好，9个来。好，我们这里呢有很多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，这一区好像是来自台湾大学的，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？我们是就是台湾大学国际学生的一个暑期课程，是，所以他们来自就是各地，世界各地，对，有从日本跟大陆，然后还有欧美国家。啊，整校园在听啊，无论在讲啥，在唱啥呢？然后就是音乐，就是不管语言，他还是可以感动到。真会掰，不归台大的，哎呀，说得好。来，那你先来分享一下，刚刚听完赵音之乐黄夏欣，你的感觉如何？我比较喜欢第一个男生的歌声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听到他的歌声，又有一种很像温暖太阳的感觉，然后就让我联想到，就是最近有经历情伤的朋友，然后我就很想要把这个歌声送给他，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加油，然后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谢谢哦，好，来，那旁边这位，您是交换学生吗？你是交换？对，我是交换学生。你 where you come from？ 我从德州美国德州来的。那你长得跟我们一样。对。What do you think about 音之乐 and 黄夏欣？我觉得第二个我比较喜欢，因为他的歌声很有自己的灵魂。灵魂。Soul. You mean soul, right? 对。不是灵魂哈。Yeah. Okay. 哦，就拍一个沟通哎。各位，这两位呢各有所好，所以到底评审老师会让夏欣卫冕，还是让我们音之路不是音之乐挑战成功呢？我们来看看评审的分数。现在我们要看看两位的分数了。7500分。好，夏欣上个礼拜是7900分，今天的分数是。